尽在运通。全国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那又到你我相会30分钟的一个时间，面对台股今天创高之后的一个第四季的行情，不晓得如何布局的，免费咨询空间电话当然是开放着，0800-787-588 0800-787-588，再次为你服务30分钟的时间，有问题记得打电话进来。大盘指数今天再创波段新高，来到8544，那整个阴脉动，这叫做一个新高的格局啦，8488的前波高点被越过了。当然创新高之后，获利的卖压当然会比较重，但是重点卖压之后的回档，可不可以进场做布局的动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盘操盘重点嘛。如果盘还会再涨，它已经是一个确立多头行情的一个架构，有低点下来，当然还是要站在买方。从7203以来，我都告诉你这个行情有波段。朋友，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当时候杀下来嘛，恐慌性的卖压出笼，这不是波段吗？这是波段吗？这不是波段吗？波段之后还有波段，那第四季的行情该怎么掌握？我们在8月30号对台股长线的一个架构，用月线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至少会涨3个月到5个月之久嘛，因为之前台股大概回档4个月、3个月，就会往上走高。那因为这次涨到10000点，基期比较高，那基期比较高，所以它跌了2800点，那也回档的时间波5个月，所以就一个费氏的一个转折的概念，至少会往上推升3到5个月之久嘛。这我们当时在8月底所给你看吧，至少会涨到11月份嘛。那涨到明年度的1月份刚刚好啊，因为明年度的1月份有所谓营业资金的效用行情，这我们当时8月底给你台股长线的架构，所以你看到台股真的啊，从7203开始以来是不是往上走高，很明显呐，所以接下来行情该怎么操作？我们先接听一下台南的叶先生，你好，叶先生，喂。你好，老师，我是叶先生。请讲。老师，请问你4401东龙芯还可以再买吗？今天大跌。好，我知道这档股票，这档是可以说是如虹的概念股票。那这档股票，我们在我看一下，我们在上个礼拜有做拔档，大概120几有做卖出。那卖完之后呢，股价回档修正，当然跟今天的一个如虹走势跌停板有关系。因为它。东龙芯跟卢龙是上下有供应链的关系，所以这档股票今天盘中快要跌停板，今天是一个破底走势啦，所以对于今天的东龙芯破底下来，当然短线有一点反弹的契机，但这个反弹的契机它的空间不会太大，所以这位投资者，如果东龙芯你还没有出的，上来下礼拜弹上去要出，不能加嘛，因为它已经转弱了。好不好？所以整个一个操作，同样该进则进，该出则出，操作股票不能有太多的一个情感因素。要买的时候考虑一下，结果上去了；要卖考虑一下，再等一下下来了。操作要干净利落，
否则赚钱你会变赔钱。哦，所以对于今天整一个台股来到波段新高，很漂亮啦，往上走高一定有卖压，这正常的啊。前天大盘濒临8488，不是有卖压？今天往上走高还是有卖压嘛？所以今天开平高之后往下修正，正常，正常。那当卖压出笼之后的回档，该布局什么股票？我们今天还布局了一档生技股啊，这档生技股是医疗显示器的一个大厂，它跟全球的医疗设备大厂基于有合作的关系，站上月线，站上月线，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操作都是选择比大盘强势的一个绩优股。大盘之前呢、在月线底下，我说告诉你会翻上去，上礼拜有礼拜三嘛，这边呢、跌破月线。假跌破又空，现在是不嘎空，没有错吧？所以我们选的股票就比大盘强，只要月线翻阳助涨、基本面成长的，我就会带你买。所以今天买的这一档生技股，八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55%，又跟全球的医疗设备大厂基于有合作关系，今天你还有机会啦，因为它还没有攻涨停啦。如果你有意愿的，等一下广告中咨询专线，好好把握一下。今天还可以上车就对了，所以车票告诉你，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我希望投票心情开心一点，心情要怎么开心？做股票一探情绪的欢喜嘛，你就每天都拍拍手放烟火嘛，所以今天给你的一个标股 3.0 完胜的专案，最后一天，自己把握一下，名额是有限的，顺便把握一下，今天我们布局那一档生技股，等一下。我下完节目，你还有机会上车，所以大盘的一个结构相当的明显，跌了2800点呢、我当然告诉你会涨3个月到5个月嘛，所以八月底告诉你，既然会涨3到5个月，九月份一定会收红嘛，打包近一点，九月份有没有收红？九月份小红，十月份中红，那是越涨越凶，现在目前是第四季，又是每年度最好赚的一季。所以，同学们，你把握一下吧，不要客气。多头行情能赚尽量赚，能赚尽量赚。波段操作两成起跳，只要被我掌握住对的标股，同学们，是标股 2.0 吗？有可能标股 3.0， 这是我们给你的看法。所以，这档上尾的绩优股，你自己看一下，当初低档区开始带你买，基本面强不强？七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70%，当初推估有机会赚超过一股本，前七月还没有确立止跌了。八月26号买在165，当天攻涨停了，而且当初外资已经开始卖超了嘛。八月26号买在165，买完之后再度的回档，又是收脚止跌的买点170再买，公布了前八月真的赚超过一个股本了，基本面。追踪的一个议题交给我，你只要按照讯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利润自然会放在你口袋里面。所以我们对一档股票所掌握的就是它基本面未来的一个架构，成长了可以买，低点就买，衰退了高点就要卖。所以整个一个上尾，九月七号收脚止跌了170还在买啊，两次止跌买点我都告诉你啊，逢低承接嘛。那上礼拜四呢？站上月线我就加嘛，止跌了可以买，站上月线要加嘛，加码完之后就开始攻涨停啊。股票的一个操作，在它没有涨停板之前，你要先布局16170都要买，站上月线加码。上礼拜是攻涨停，这礼拜又攻涨停，来到206，礼拜二来到22，创下波段新高。我说这根大量代表它有高点，那么你常常看我节目应该很清楚啦。量先价行，量价当然不会同时到顶，所以礼拜二来到222，这根大量代表还有高点，所以呢，礼拜三是不是攻涨停了？第三度亮灯涨停板，很强，对不对？昨天涨停板又出现新天量，那代表它有高点啊。是连续两天的一个量价所带给你的，是一档股票安稳的持续性的获利。16170，
止跌的买点，上礼拜是加码点，我也告诉你，五个交易三根涨停板啊，超过三成。今天上回当然还有高点了、啊，今天最高233嘛，今天最高是不是233？创下波段新高嘛，所以整个脉络，这档股票将近四成的报酬率，同样我不想你掌握了几成，我不想你掌握几成啊？对，低档区要买，对，165170要买啊，买买加嘛，上去一大段，这是我们的一个坚持啊，选股的用心，操作上的一个努力。所带给会员的是一个正面报酬率，所以这个行情，对，不难操作了，对，往上走高，当然会有一些卖压出笼嘛，对，啊，到底你的操作有没有掌握住低档敢买，高档舍得出这样的原则，你就有办法在这个多头行情的一个类股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赚取更多的利润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下这档上尾，你跟我们做多的。是不是赚很多？对，难道你要跟做空的分析师被嘎空吗？行情的一个脉动，从7203以来，我都告诉你要做多，因为它沿路的诱空嘎空啊，沿路的诱空嘎空，每次的回档为什么告诉你要买？之前在月线底下，还记得吗？九月初啊，推升了8900点，这都在诱空嘎空嘛，横向整理也是在诱空啊。当时还没有站上月线，我说会站上月线，是不是突破月线？突破月线，我告诉你，空头赶快翻多，有没有？尤其这一天啊，我已经告诉你，空头要赶快翻多啊！上去之后回档，你看假跌破月线，前两上礼拜二、礼拜三嘛，在右空啊，是不是又嘎上去？啊，是不是做多比较有胜算？是你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嘛？所以我们给你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考方式。是符合目前，多头的趋势架构所带给你正面报酬率，所以行情好不好操作？亲爱观众，真的很好操作。第四季就是每年度最好赚的一季，今天所提供给你的标股3.0完胜的专案，你务必要把握，把握一下。我们今天刚布局的一档蛮热门的生技股，那这档生技股。医疗的显示器，它跟全球的医疗设备大厂基于有合作的关系。八月营收年增长率高达55%，月线之上的强势股。等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把握一下标股3.0完胜专案，顺便跟我们的一个线上助理讲一下，你要买那一档生技股。休息啊，再回到节目现场。头痛，请用五分钟；嘴齿痛，请用气痛五分钟。五分钟，不好。巴菲特，巴菲特，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价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巴菲特，巴菲特。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价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豪宅建筑大师林永发，大气挥洒1600平绿色城堡，地
一宅，500平艺术陵园中庭，新北影视特区双拼大四房，家贸机构年度巨献第一宅，壮丽落成，02-2609-8888。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同样，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需要服务帮忙的地方，免费咨询可电话还是开放着，0800-787-588，0800-787-588，在此为你服务，大概剩15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我们来跟你卡里外，今天博开高走低，有获利性的卖压很正常，卖掉的一个资金下来该怎么低接，那又是另外一个重点。所以最近我们的一个操作，当然相当灵活啊，股票的一个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是目前多头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该卖的股票，如果它涨不动了，来到反压区或是量价不对称，该减码我们当然会减码。你看这档信果生技股啊，信威集团的9月25号回档3天36.3开始买，讯息跟价位，他们有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吗？那上礼拜五10月2号赚了30%，卖出转买另外一档，10月2号的一个信果，卖几块钱？卖46.3啊，高档卖嘛，低档买高档出啊，所以呢，信果上礼拜五我选择站在卖方，创高的过程我喜欢卖股票，这是我们一再给你强调的一个操盘心法嘛，大部分人做不到啊。大部分人都涨了一大段才知道它的好，就去追高点，那稍微顿一下就停损卖出嘛。那你为什么低档不跟我买，高档跟我出？安内德赫啊，赚完三折，上礼拜五是6.3卖啊，你加，对不对？那这礼拜2、3、4、5，结果呢？回档4天啊，我卖46.3啊，今天剩38.6。40几块钱的股票卖掉，差了快8块钱呢，对，这个卖点今天我告诉你啊，卖完之后就下来啊，10张差了8万块，对不对？是不是有带会员做安全获利下车的动作？所以操作真的要灵活啊，不要死抱活抱，你又不是大股东，一档股票抱那么久干嘛？波段20%起跳啊，信国30%落袋啊。资金转买另外一档啊，对，你高档没有把一些资金抽回，你怎么有机会再买下一档？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操盘节奏，你有赚不完的利润。第四季是一个大行情啊，7203以前，我知道很多人有受伤，而且是受重伤，那就利用这个最好赚的一季把它讨回来啊，怎么失去的怎么把它要回来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随势而转，因应目前的盘势做出对的动作。大盘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当然是一个多头架构啊。对，稍微跌个，现在目前跌50点啊，不是你惊啥？你高点如果有卖股票，跌下来不是要买股票吗？是不是？华星光也是一样啊。9月24号，当时他说回档，跌下来我告诉你可以买，我们已经做了一趟75.5卖出嘛。9月24号是不是回档？68没有我带你买，你敢买吗？当天他跌，你敢买吗？9月24号的一个华星光，平盘以下你敢接吗？当天大盘指数盘中重挫了74点，你敢买吗？那为什么我敢买？为什么我的操作就是低档买高档出？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嘛？所以呢，华星光9月24号68接回，这礼拜一走高卖。是不是创高又卖，这样又赚了20几%了？礼拜83卖啊，创高量不太够的华星光，对，卖啊，礼拜就卖啊，卖华星光，卖完之后你看就不动啊，就股价就不太动嘛。今天目前78.3啊，我卖礼拜一的83啊，没有错吧？是不是？所以同学们，你可以看到卖完之后股价不动，那代表是卖对了嘛？你资金就资金抽回的资金就先买另外一档嘛，等到华星光可以买再把它接回嘛，
哦，资金要如何活用真的很重要，操盘的节奏性你务必要跟上。对，轮动轮涨的一个节奏真的相当明显，它不会一起涨啊，一起涨一下子就到九千了啦，但有可能那么快？不可能啊，大盘就是一个波动循环嘛，涨多了整理，涨多了回档，涨多了休息，啊，都是安尼尔啊，干不是？哦，所以这档联军我们在礼拜二也做了卖出的动作，3450的联军嘛，对，126、129、130以下都告诉你联军可以买嘛，礼拜二联军创高卖啊，卖在145嘛，礼拜二联军是卖掉了，就把它卖。卖了之后，股价就开始休息了。哎，你之后哎，今天联军最高还有146.5，让你卖，对不对？没有错吧？你不卖，现在又剩138.5了。那等到打到月线这个位置附近，再看要不要接回嘛？如果量价是 OK 的，那就打到月线位置附近，联军就可以把它接回了啊。哦，这是我们的看法跟操作建议。所以整一个大盘的目前方向。当然是多，不要随便转弯啊，对，方向一转弯，做错了来回差很多哎，金价差都这样啦，对，你自己看一下，上尾将近40%啊，你做空是被嘎了40%啊，啊，但是做多上尾呢是赚了40%，来回就差了80%，计算一下不止哎，你看如果100万的资金上尾你赚40%。你变成资金变140万，然后呢，如果你100万做空上尾赔了40万，资金剩60万嘛，144除以60多少？622，哇，两倍多哎，资金差超过一倍，所以你要小心你现在目前盘势的看法以及整个一个操盘的一个节奏性，到底什么样的股票发动了低档赶快买。涨上去的做一个拔档，那你的资金准备挪用在下一档什么样个股身上，这些股票都要事先就准备好了啊，价位来了就买就上车啊。像这一档立丰9月23号当天大盘重挫啊，25开始买，8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65%的立丰，9月23号你记得大盘跌几点吗？当天大盘跌172点，布局立丰，生技股当天最抗跌。9月23号啊，大盘重挫买立丰啊，买了之后，这礼拜一看到涨停板2622，当时它领先大盘过8488的高点，领先大盘过高，它一定还会再涨吗？这很简单的论述啊。哦，法人估它今年度的营收有机会成长30%嘛，所以领先大盘过高的强势股。当然还会再涨，所以呢，礼拜二立丰271.5，买在月线之上很安全。发动了，告诉你领先大盘过高还会再涨。礼拜二271.5，礼拜三昨天攻涨停294嘛，245到29449块钱呢，一档股票买一张可以赚49块钱，将近50000块钱，不多了，买个5张就20几万了啊。对，费费算什么？费费算什么？一档股票就全部赚回来了、啊，更何况我们今天给你的标股零3.0完胜的专案，对你来讲相当的物超所值。详细内容赶快跟助理做个洽谈。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不会再等你们了。哦、如果你真的不想赚，我懂啊，好不好？所以整个立丰到昨天为止超过20%啊，波段操作我说过嘛，20%起跳啊，安逸是不是啊？高科。对，那今天的立丰呢，股价呢295.5嘛，今天立丰我们有减码啦，我们有减码啦，减码完是为了布局另外一档生技股，亲爱的观众，超过20%目标我达到了，那我就减码，减码完之后我们资金布局哪一档股票？布局一档医疗显示器的生技股，它跟国际的医疗设备龙头大厂基于有合作的关系，八月份的营收年成长率高达55%，这张股票导播不用照这边，我看一下有没有涨停，哦，还没有涨停，目前的一个价位
就是我告诉会员布局的位置，我刚刚来看你的价位，那这个价位呢，你今天当然还可以来得及上车啦，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立丰卖掉就是买这一档医疗显示器的大厂，跟国际大厂有 G 合作的关系，今天站上月线刚发动，赶快跟上来买啦，等一下下节目你还有机会去买哦。所以对这档个股，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操作的，自己把握一下飆股 3.0 完胜的专案。双十节的到来，我希望大家每天的心情都可以拍拍手放烟火，每天的股票的一个操作都很顺利。今天所给你的飆股 3.0 的完胜专案最后一天，顺便跟我们布局这一档医疗显示器的一个大厂，今天它发动了，请你跟我买。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精选持股，稳健操作，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速洽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挂嘴挂清醒，再会了，心爱无缘的人，歌声落下。